各位好，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大家请起立。今日，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我乃原住民，是咱台湾北部族就对了哈、哦。那么今天你秘书长。临时甲我调课，讲叫我先讲吼，啊，好酒点红底啦吼，伊较坦诶，伊后壁摆互伊讲安尼吼。好，那么我今仔要来甲大家讨论诶，就是讲到底咱台湾人甲台湾主权诶地位是啥款吼？啊，大家来讨论跟讨看嘛吼。啊，咱来复习一下吼。甲咱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哈，来做一个复习。好，来，第一个就是近代咱伫1895年，日本大日本帝国兼大清帝国修建甲午战争了后，签一个下关条约哈。啊，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约。条件哈，为大清帝国摕到咱台湾甲澎湖哈，但是迄阵摕到台湾，还阁是干呐西半部较侪清朝有咧统治的所在，中央山脉以东拢是还阁高沙族原住民的领域哈。但是迄阵大清帝国等于讲，伊要卖厝，扩甲厝边的厝也煞卖掉。卖俾予日本天皇就对了，吼，挂念予日本天皇。好，结果1941年发生太平洋战争，吼，那么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了。伫1952年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迄个条内底来规定讲。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好，但是台湾甲澎湖的主管主义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所以咱咧讲日属美战就是安尼来。台湾这些土地还搁是日本天皇的土地，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签旧金山合约，好，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这个管辖治理权由美国等于手里。但是美国阁委托中华民国来代管哈，好啊！这个旧金山合约来条约内底有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伊也阁是台湾，也阁是美国军事占领中。但是即马依照美国台湾的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其实就是依在中华民国咧甲咱代管哈。但是这有一个重点，就讲。军事占领未使移转主权，哈！你占较久，如果这块土地是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无可能讲一直占领，哈！甚至变作你的一州，哈！所以你个你啊看，当初琉球美国军政府你要占领，到1972年，哈！伊就依据琉球返还协定。甲兴和日本政府去啊，好，无变作美国的一州，好，过来2003年伊拉克战争，然后美国去拍伊拉克，一直占领到2011年12月15日，美国甲英国拢全面撤军，干阿捞200个军事顾问伫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嘛无因为美国去甲占领。不要来变作美国的一州嘛无吼 ，OK。台湾虽然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来，即只已经占领68栋啊，但是无法度过户吼。到今目前为止，无任何一个条约啊，就协议，讲来规定讲台湾甲澎湖，这个主权已经转让过户中华民国，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吼 ，OK。过来，流亡政府未使就地合法，
流亡的中华民国来台湾已经68冬啊。加进，伊想要就地合法，美国拢甲挡哈。啊，咱来看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去予德国占领，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带着因法国的一挂流亡的官员哈，军官教流亡去英国的伦敦。那么，伊敢会在在英国伦敦就地合法？袂使，伊嘛是叫做流亡的法国政府。得爱等下诺曼底登陆，哈啊，盟军反攻，把德国打败了，英国收复法国，好，重新建立法国的政权，好安尼，因得阁恢复法国的，唔是阁变作流亡政府，因等于到伊家己国家嘛，哈。那么，中华民国那边合法变作一个就政府，伊就爱去反攻大陆，打等于中国的南京，哈，因为伊当初是南京建立伊南京的政府，哈，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伊只是一个流亡的政府，哈，一个政权，哈，啊，伊袂使在台湾，讲台湾变作伊的国土，好，啊，伊在遮建立伊个咧，伊即马干那一个政权尔，哈。一个流亡政权，好 ，OK， 好。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哈，我有列差不多100条，那么我提几条出来跟大家讨论。首先，咱爱知影讲，到底咱是虾米人？咱的身份目前到底是安怎？好，真侪人拢68年来，迄个国民党的党国教育，教教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这作假了了。哦，这就是是安怎讲？台湾人占85%的人口，拢是台湾人。啊，是安怎会选出迄无到15%的中国人？哦，就是真侪人拢自认为伊是中国人。其实咱是虾米人？本土台湾人是掉一半啦，哈。咱来讲，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哦，等于讲大日本帝国的北海道的人。其实，咱的位置跟北海道九州四国、吼、本州，还是琉球、台湾，这拢共，咱拢共一个国家，只是咱是拢这几个大岛、吼、连接而成一个大日本帝国、吼、那么，咱来讲咱台湾人就好、吼、日本的台湾人，这个，干嘛写个这个，就是高沙原住民的。他在传统的领域哈，清朝迄阵是干那管这边的呢，啊，这其实拢是平埔族，住伫平原的，哦，迄阵有分讲住伫较高山叫做高山族哈，啊，平地叫做平埔族哈，就是拢住伫较平地啊较丘陵的所在，无高山的。啊，那么平埔族嘛有十族哦，哈，啊，到底你是对一族的？你可能就要问到恁阿公的阿公啊，吼，恁祖公就对啦，吼。因为呐，清朝的时阵，台湾因为作地河流嘛，吼，拢，迄阵交通无方便，无像讲日本政府来有甲咱做一个纵贯线、台线，吼，铺桥造路，甲所有的各种族拢连接起来。当初若有像大家客。高平溪这款大条溪吼，有只这边这边花开，边花唯一就未通啊，吼、哦，所以真有可能你爱问到恁清朝阿公的阿公迄阵吼，啊、哦，比如讲像宜兰遮克马兰族吼、哦，啊，那么台北地区有凯达格兰族吼，都中埔头前吼，较、哦、早有阿边啊，甲改一条路叫做凯达格兰大道，就是咧纪念。台北地区遮个凯达格兰族，吼、哦，那么咱桃竹苗遮，汤遮嘛要有一挂，搁有一个做龟伦族，哈、哦，啊，桃竹苗遮是有做道卡斯族，哈、哦，啊，中埔遮，都有三支族伫遮，有帕布拉、阿马木萨，哈、哦，啊，八寨，哈、哦，拢伫中华、台中、南投地区，哈、哦，那么嘉义、云林遮有一个洪雅族。啊，台南遮有一族上大族叫做希拉雅族，哈、
那么希腊雅族各有分两个雅族啊，支族，一个大满族的基地，这个2009年莫拉克风灾迄届哈，灭村那个小林村，迄个叫大满族。啊，佫一族就是伫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马卡道。那么马卡道族较少人知影哈，那么一般大部分的人拢知影讲有一个希腊雅族，哈，这族是即所有平埔族内底上大族的。啊嘛，上大声接触到这个外来政权，就是迄阵荷兰来为台南吼安平遮拍起来，哎、啊，安平遮都拢遐都拢住希腊雅族，吼、哦，哎、欸，有你若台湾，你若讲较早什么虾，什么虾，迄都拢咱平埔族的虾，吼、哦，马刀虾、小龙虾，吼、哦，吼、哦，像阮屏东这边有雷虾、棒色虾，你若。大虾，哦，这个虾，迄种平埔族的所翻的所在，哈、哦。那么马卡道族较少人讲，哈、哦、啊，你若要记，我跟你讲，你足够记。马英九卡在平交道，都叫做马卡道族，哈、哦，因为谢长廷做高雄市长的时候，为了纪念阮马卡道族，有伫纵贯全的铁路边啊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啊，都啊，咁将状从讲迄个方向，啊，所以你甲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那火车来包弄死的，无死嘛重伤，哈，啊，你就会当甲这个马卡道主记起来。啊，那么像我这个姓，你莫讲恁姓啥姓啥，讲哦，这种中国姓，唔对啊，像我嘛是四姓，我的祖先拢较爱清洁，所以拢住伫溪边。最高边吼、哦，河边就对啊。所以清朝官员来啊，问伊个水床甲地方官讲，啊，因即族个即是拢姓啥？拢无呢，因拢无姓呢。其实阮家己有阮家己个语言，但是因为即七八年来许个外族统治，甲阮家己祖先个话拢袂记了呀。啊，所以迄、那个清朝官员啊，不了学问，就甲阮四姓。因为阮住伫水边，吼、哦，啊，所以甲合作关姓潘，水边的番，吼、哦，啊，这个姓袂歹，另外有水，下口有田，田顶缘发米，啊，顶缘一片，吼、哦，漂撇的平埔族的人，吼、哦，啊，所以你莫讲你姓林啦、啊、姓陈啦、啊、姓啥，像陈水扁，伊嘛希腊雅族的啊，因咧姓拢素姓，因为清朝为了要管台湾，要甲台湾人满化，清朝就是满人嘛哈，所以叫台湾人嘛爱留辫子，啊，穿因的迄款清朝服装，啊，有清朝迄种派来官员的话哈，像福建话就是迄个河洛话，好啊，有位广东派来官员，好啊，伫遐咧管嘛爱翻译，所以有叫一挂平埔族的人爱去学客语，所以真侪人。拢错认自己是中国遐来，其实伊拢中国人，唔，迄个清朝甲你塑姓，佮塑族谱互你。我嘛有一本族谱，我查到尾啊，那去到中国找拢找无家己的祖先。啊，你血缘你若个即马科学较进步，会使用 DNA 来查，就查你的这个族谱内底有偌济是甚物族甚物族的。啊，这个马偕医院的一个林玛丽教授有研专门咧研究台湾人的 DNA， 吼、哦、族谱的分类，吼、哦，你会使开一万块去验你的身世。像咱有一个作家，历史学者，真有名，叫做李晓峰教授，伊就是祖先拢用叫欧印度啊，哎，我嘛足奇怪，伊的头毛太用那 QQ 啊，啊，伊虽然都。作成欧印度的囡仔了，对吧？所以细汉都叫欧印度。结果伊一查吼，把迄个林玛丽教授验 DNA 较验出来讲，原来伊内底后平埔族的血统，后这个印度人的血统。结果去查历史，就是讲荷兰人为着要来台湾，迄阵要种甘蔗，啊需要一挂个牛吼，
来到耕作，犁迄个旱枝高、哈甘蔗高、甘蔗林。啊，需要黄牛，黄牛就是荷兰引进运来。啊，遐黄牛就是为印度坐船运来。啊，遐黄牛爱有人照顾，就是印度的迄个赶牛的遐人来。结果遐人来就是有带咱兵部族，就是带着李晓峰因阿祖妈吼，较团落安尼，所以有。印度人的血统就是安尼来，啊，比如讲荷兰人来嘛，有留一挂血统伫咱台湾。像阮政府一个，伊生时就头毛安尼金红金红，所以拢讲叫阿门国的。阿门国就咧讲红毛番是荷兰人的对吧？哦，真侪安尼，台湾是一个种族套南足侪个所在啦哈。而且，哦，马卡道就哈，哦，是这个马卡道哈，哦，就这个所在，因为。这个图较早的图无标示，啊，我另外个标示一下 ，OK。过来就是讲，你若把你的手凹弯起来，你也看你这个所在哪一寸呢？标准的平步做的，哈。看左手还是正手，哪有直接的 OK。啊，另外就是讲你的脚的肩胛，上细肌的哈，脚肩胛上细肌的肌，你若必寸呢？哦，迄个那平埔族的特征。吼，哦，啊，过来就是讲，你的皮肤吼，哦，都像我之前安尼乌身吼，白无白人遐白，吼，哦，啊嘛无乌人遐乌，差不多红，差不多七八分超会打之前个，吼，哦，像我之前个都标准的平埔族个哈 ，OK。那么咱台湾人有真侪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吼，哦，啊，这个错误认同始作俑者是啥呢？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伊个1999年的台湾前途国际文内底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这真正咱的，是安怎讲？本来台湾甲澎湖嘛，这个主权，含中华民国，含中华人民共和国，牵起来。啊，你即卖呢？甲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等于咧出卖台湾呢。好，哦，台湾这块土地，还阁是日属美占。啊，哦，啊，你那会使个讲台湾这个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啊，根本台湾嘛不是国家。哦，等下咱会当过来讨论。好，哦，好。啊，蔡英文伫2011年，伊咧做代表民进党要选中华民国立委总统的时，好，哦，伊嘛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李登辉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府，啊，蔡英文是李登辉牵成起来呢，佮培养起来。伊竟然讲话讲含因，含迄个李登辉总统无共，讲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嘛等于咧出卖台湾，哈，佮台湾等于中华民国。那么美国对咱台湾伊个政策依据，好，以及一固对固也好，咱来探讨看嘛。第一个就是一个中国个政策，好啊，这个真侪台湾独派个人看了即久都袂爽啊。其实痛唔对，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还是对个，真侪独派人煞起来捍卫中华民国，啊，阮中华民国走对啊。因为伊美国咧讲的这一个中国政策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伊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9年是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这个中国一个中国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独派台湾人读个无清楚，就起来喊来讲，啊，你来讲啊，阮中华民国咧，那我是较希望讲上好中华民国都正正式式。别忘了哈，虽然伊即马是一个残余的国家，伊还佫有两个小岛，金门佮马祖，还佫中华民国的哈。迄等于讲一只蛇吼，死蛇啊，活尾溜啦，剩迄尾啊，一扎来啊，底下叮当啦哈。过来，美中三个公报，这个中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当初有一个建交公报哈，美国要跟阿强啊建交有一个建交公报。
过来有一个上海公报，搁有一个八一七公报，哈、哦，依据这个，哈、哦，啊，这个三个公报内底其实所讲的，伊拢讲两岸的中国人，美国等于默认了哈、哦，但是不承认了哈、哦，因为阿强啊讲台湾是两岸的中国人都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美国是讲我不挑战你这个言论，马不加声音，哈、啊。但是你要注意哦，美国我那做个生意文字游戏，用两岸的中国人，啊，咱不是中国人啊，所以咱不加声音啊。你要讲恁两两岸就是讲有一挂德兰1949年德兰来台湾，即中国人海峡两岸。一个住伫台湾，即中国人，甲伫中国迄边的中国人，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伫世界代表中国，安尼就等于咧否认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无唔对。啊嘛等于讲是恁两个中，恁两边的中国人欢喜安怎讲，迄是恁的代志，但是台湾人要不表示意见嘛？伊不问了讲咱台湾人，所以美国。他们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哈。过来，美国台湾关系法，哦，美国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真清楚。内底有写维持美国的能力，或者是 power 哈。这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来以保护台湾人民的财产、甲人权、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稳定。好，这是美国的责任跟义务，好，也是它的权利。再来，巧妙的模糊的旧金山合约，这个他都不用说，他根本都说头前这三个而已，因为旧金山合约确实规定台湾的地位最重要的。好，因为当初旧金山合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那么也不说要把台湾移交给对一个国家，因为你说如果土地要割让，一定有割让国，还有一个所属国，就譬如说下关条约和马关条约，大清帝国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天皇，这就有一个割让国，还有一个所属国，还有是因为所有的国际诶，土地咧割让，一定要有一个国际合约条约，哈、哦。你讲像美国跟西班牙诶战争，哈、哦，啊，伫巴黎签一个巴黎合约，规定甲关岛、菲律宾、波多黎各割让互美国，哦，你怎讲，拢有一个国际条约，啊，有一个割让国，有一个所属国，但是旧金山合约无讲割让，伊干呐讲放弃。嘛，无讲要放弃有啥物人，好 ，OK， 好。个人咱来分听讲，美国前个国务卿鲍威尔，即较早伫1990年迄阵破完第一次战争，伊是指挥官，啊、哦，未来做个国务卿，哈、哦。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哦，啊，咱来检讨看是安怎，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这是伫2004年10月25日前，国务卿鲍威尔讲的哈。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你个这个听啊怪怪哈。因为台湾唔是伫美国的48州内底。黏在因的国土内底，好，嘛唔是夏威夷，嘛无含夏威夷黏做伙，嘛无含阿拉斯加黏做伙，是一个境外的国内，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虽然是境外，但是一定伫咧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咧管台湾，哈，因为这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但是现在是台湾地理当局。这个台湾治理当局是台湾关系法来的用语，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
美国的行政单位发文呼吁，吼，就国务院发文呼吁所有的驻外使馆，规定美国的官员袂使阁含中华民国的官员伫公开的场所，吼，做会，吼，啊，含伊开会。啊，所以即卖伊刚才讲讲台湾治理当局，吼，规定嘛袂使称台湾为中华民国，吼，刚才讲讲台湾，哈，啊，这个台湾就是台湾治理当局，哈。那么是不是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哦，咱来看有对几个标准。第一个要有领土，第二个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权。好，啊，即马作者拢讲台湾国，台湾国，哦，九空八台湾国，还是什么台湾国临时政府？好，啊，咱来看因咧讲的，咱台湾是一个阿扁也讲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啊，恁来看，台湾这个国家有领土无？无呢，这块领土还阁是两个头家占掉的呢。一个债权人美国呢，哦，一个所有权人大日本帝国天皇，这块土地还阁日本天皇呢。如果有人口，咱敢台湾国的人民，咱敢有摕台湾国的身份证？无呢，咱的国籍。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因为旧金山合约了，咱的大日本帝国的国籍被悬置，咱暂时伫这个代表合约哈，就是日华台北合约内底所规定，暂时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所以咱是大日本帝国的人，咱不是台湾国的人。所以台湾国嘛无人口，如果有阮有政府，歹势，即卖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哦，嘛毋是台湾人的政府，所以嘛无政府。有啊，阮有外交，阮有23个小朋友国家，歹势，即个国家有拢些啥物作协啦吼，啥物拢是巴拉圭啦、乌拉圭啦，啥物圭拢有阮小国家吼。啊，无就什么密克罗尼西亚啦，什么巴布亚纽几内亚，什么亚嘿，拢作势，迄种南太平洋小国家，我迄名拢记袂开。因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敢若万几个人尔。我阿扁啊，迄阵做总统，佫作出名，佫将就因个总统去迄阵秀兰国小，敢若秀兰国小的小朋友，迄小学生吼，都万几个啊，看因个国家要变一个人，调人家出来遐，吼，啊，所以。这个外交权嘛是，迄23个嘛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去跟人签建交公报的，台湾国也无去跟人签啊，吼。所以这四人无一人，台湾国有，安尼台湾根本唔是国家，这正确的嘛，吼。OK。啊，过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哦，啊，咱独派听着讲，就讲哦，美国咧甲咱警告，咱啊台独。是阿强阿要敢拍，喂，咱拢错误认知呢。其实唔是阿强阿要敢拍，是美国要敢拍。我咱来看，这个是美国的前副国务卿叫做佐利克，哦，伊是2006年讲的哈，5月13日的电报讲的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日前伫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予我来讲清楚，哈，台湾独立就是战争，这是做一个副国务卿，美国的一级的主要官员，这么率直，哈，甲台独甲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伫过去是足罕见的，哈。啊，伊阁讲较清楚，伊讲这是因为来予我甲话讲阁较清楚咧，独立代表战争。这就是讲，代表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要来打台湾。哦，这样呢，跟咱过去的认知差足多哈。这是美国的立场，因为为美国来看台湾，台湾甲澎湖这块土地，是我伫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跟日本安尼拍啊安尼。哦，足激烈个！日大
美国大兵死吼、哦、几十万人，啊，飞行机遐一只互拍灾落，航空母舰迄个日本的神风科特工队安尼，唔掂的，伊的人命甲财产的损失遐济，伊当然爱甲台湾当作伊的抵押品。当初琉球同款，琉球嘛是等于抵押伫美国手里，但是伫1969年，这个日本的首相佐藤荣作跟尼克森政府在协商，日本政府讲，安尼我爱阁甲你赔偿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乎我日本？美国甲开$320,000,000，迄是40年前哦，好，那今年算应该算41年前啊。这条钱付清，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哦，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哦，5月15日，伊就甲琉球，美国甲琉球还乎日本，但是要阁租普天间基地。甲加州那空军基地，吼、哦，咧做防卫大东亚地区啦，哈、哦。OK， 所以台湾要阁是台湾这个台湾甲澎湖这个战争债，你还袂清清楚。台湾人特别甲提起，讲要公投变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美国袂答应。这嘛是前头阿扁也一直讲要统独公投啦，哈、哦。美国不爱让伊办统独公投的原因之一，喏、哦，这块土地恁阿伯甲我行清楚，你的战争在阿伯行，所以你袂使独立。OK， 啊，你话咱台湾有水无？你有爱台湾无？有哈、哦，大家那么作爱。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嘛作爱呢。好、哦，唔是讲你爱台湾就是台湾人哦，作者。1949年走来台湾，发现讲哦，台湾真好哦。尤其因知影台湾好是啥物时阵，蒋经国开始开放探亲了哈。作者因中国人哦，甲遮个土地、遮个厝卖卖咧，哦，拢等于中国大。哇，大无几个月啊，大无几年，遐钱互因遐亲戚骗了啊，就甲放在了，歹照顾伊啊。结果伊乖乖还阁收倒来台湾。迄阵伊就较知影讲台湾真正是宝岛吼，啊、哦，所以迄阵开始较要知影，通要爱台湾啦，无较早伊拢爱中国，吼、哦，那有转去中国，迄个因的中国人糟蹋掉的，佮转来台湾，伊发觉讲台湾人较是可爱，吼、哦，啊，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都敢那一个水姑娘啊，人人爱，但是可惜水人无水命。这个地理的位置，就是一定大家真要爱。好、哦，其实1860几年的时阵，美国的佩里将军就建议美国总统来占领台湾，但迄阵拄啊咧发生南北战争，好、哦，啊所以造成美国总统无迄个心情，哈、哦，嘛迄阵拄啊因一寡还佫国内还佫咧乱就对啦，哈、哦。所以无心情讲过来提台湾这块。啊，其实你甲注意看，台湾真可惜，遮水的所在，拢咧做人的基地。荷兰人甲台湾当作伊的贸易基地，吼、哦，咧卖鹿啊皮，吼、哦，啊卖带台湾生产蔗糖，吼、哦，变伊一个足好的做生意、大赚钱的所在。即卖话明。明朝的田仙公来，伊甲台湾叫做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吼、哦，咱伊个咧做人的基地，吼、哦啊。那么换大清帝国来，伊嘛是捞钱的基地，吼、哦。因个官员来三年官两年满，吼、哦，嘛是甲台湾当作伊个捞钱的所在，无好啊，甲台湾建设也是地利，吼、哦。一直到日本政府来管台湾，这50年，把台湾建设到算亚洲内底算上先进的吼，堪因日本本土东京、台办吼，差不多变等级的，甚至佫变较水。因为当初来台湾的这一挂少年的，像讲建筑师来起台湾的一挂建筑物，因遮拢较早拢留欧的。
所以迄阵去的总统府啦，啊，甲台北宾馆啦，吼，一挂银行、法院，吼，像讲点么甲参哩邮局这方面呢，拢总是欧式的建筑，吼。啊，如果建楼一直，若讲要搁是日本政府咧管台湾哦，咱真台湾真正像水水遐水吼，拢总欧式的，袂讲像即摆厝拢直线条的，无曲线的哈。啊！日本摕到台湾了，发现讲台湾是一个真好的粮仓，所以摕到台湾了，伊才敢发动太平洋战争。因为台湾这个粮食一年三收，哈、哦，因那伫日本上过较南边才会当两收，啊那北个都一年收一届呢。啊，所以台湾会当提供因日本军的粮食，所以伊才会当发动太平洋战争。因为所谓战争，三军未动，粮草爱先行，吼，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所以咱一个并作日本南进的基地，啊，啊，这么蒋介石来，我要咱一个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有够衰啦，吼，啊，你看看，这衰的所在，这是一个基地呢，这就是。屏东恒春的东边，还有一个万州的这个九鹏，哦，高鹏哈，九鹏飞弹基地，哦，这水的所在，哦，咱一个咧做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哈，足可惜。OK， 好，那么小蔡来转到另外那片吧，哈。哎，后边阁有拍者，这个后边阁有啦，我还未讲完。你看，摕来头拄啊，迄个福摩塞的图片。好，那么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伊是依据什么法律？啊，有啥物迹象？吼，即我简单提几个啊，吼，较重要哈。好来，伊是根据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这个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伫195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核准了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啊，对日本的受降日发表，这都在这个东京湾的密苏里舰电馆吼所发布的，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投降，跟缴械，哈，啊，这注意用命令哈，啊，因为美国是。盟军的统帅嘛，哈。那么，尤其麦克阿瑟伊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但是蒋介石伊只是中国战区的一个总司令，哈。啊，所以伊嘛爱受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来节制，哈。OK， 过来，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因为当初来打台湾。干那一个国家叫做美国，所以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哈，伊才有权力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就是当初日本打完了，伫这个韩国北纬38度线以北，包括东北地区，迄阵东北中国东北迄个日本占领嘛，伊遐个日本兵拢爱向苏联军远东区的司令。来导航，哦，啊，那么北越啊，北纬16度以北就是北越，包括台湾甲平哦，是向蒋介石来导航。啊，介奇怪，一般咧导航，这个一号命令电管拢有，这个接受导航的国家哈，这个国民就苏联军，哦，苏联这个国家的苏联军。远东区的总司令，啊，好，蒋介石也无写中华民国军总司令，无写中华民国，干那写蒋介石呢？哈，这就是迄阵美国有关键，伊知影讲以后国共爱去内战的，哈，啊，到底啥物人要占领，也唔知，哦，啥物人要代表中国，也唔知，哈，啊，这嘛是到尾啊，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时，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参加那个签署旧金山合约，
是伫旧金山合约生效迄天，1952年四月二八日迄天，旧金山合约生效，美国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来签日华台北合约。啊，当然，迄阵因为1950年就已经发生韩战啦，等于美国跟阿强啊去配面啊，所以绝对无可能讲叫日本去跟阿强啊签这个合约嘛，哈。好，那么旧金山合约在1952年四月二八生效，生效伊个第二条的 B 哦规定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伊个第二条三条伊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政权。啊，当然这包括日属的台湾，哦，咱嘛是被占领的所在，哈。OK， 这是旧金山合约生效了，日本恢复伊的主权啊。好，来台湾的新竹，有一个乐山雷达基地是安怎挂美国国旗？啊，你知影吗？这个雷达基地，伊的侦测范围半径有3000公里。所以当下一到内蒙古，所以规个中国，伊个飞行机要起飞，哦，有啥物军事动作，这个雷达站拢会当侦测到。啊，那么这个雷达站本来开差不多300几亿尔，吼，哦，还是咱台湾人纳的税金的钱所起的。结果尾啊，为了佮追加预算，讲要装一寡这个。防窃听啊，防渗透哈，就是讲伊个伊只信号拢链接去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呀，好啊，为了要防止一寡机密外泄，哦，所以还佫加密，佫加开，拢总开到要400亿。结果中华民国伊无法度进入内底，即内底所有的设备拢是美国亲自来导的。中华民国干那会当做外围，这所谓内底所有的资料，都爱你美国欢喜，因为较无重要，伊较会链接一寡资料，互你的中华民国，吼，哦。所以台湾人开的钱挂美国国旗，这挂美国的国旗，这是足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代表这个所在是美国的，对了。啊，实际台湾就是美国占领地嘛，好，哦，啊，为这来看，你就知影讲，美国伊想要做啥就做啥，伊唔免等你中华民国同意，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总统呐算到，得爱去等美国白宫的贺电来个承认，好，哦，这电影就是跟他讲，麦当劳总公司是美国的哈，哦，啊，伊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做总经理，做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这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较早是直接用牌，那么今麦好你用算的，哦，所以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拢是好恁台湾人分公司来选一个总经理，但是算出来，哎，我有一个任命书，你才会当爬去你坐这个位啦，哈。过来，咱来看讲，啊，那是对一国咧替台湾的渔民咧呼吁。哦，3-4个月前，屏东小琉球迄只船啊，我袂记叫啥物号呀，广大新号的款号。迄，那个船长，迄，那个菲律宾的公务船甲开枪拍死掉。哦，马英九就派咧海巡署的啦，吼，哦，包括佮派海军的基德舰出去要呼吁。啊，你注意看，啊，要呼吁。这机啊，挂伫较顶端的是美国，挂伫较下骹半截的这个是中华民国。这只船代表美国呢，吼，哦，安尼咱就知讲，到底是虾米人头家啊，吼，哦，啊，这是中华民国三军的战时指挥权，伫战争的时阵，拢是伫美国太平洋司令的手里。中华民国三军的调派。哦，你若大动作的调派，拢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有核准，哦，你才会在叮当。
所以为遮看，啊，这毋是干那咱台湾安尼啊，惊拄好韩国嘛是安尼。韩国平常时无咧战争，指挥官是韩国人，副指挥官是美国人。但是等到那南北韩去战争的时候，副指挥官出来咧领导。啊！伫啊三当前，美韩军事会议就开会讲，决定讲2013-14年，就是明年，要甲这个战时指挥权要移交予韩国。叫去年的款哈，去年发生这个韩国一个天安舰，迄只船啊又拍沉，啊韩国军方啊来起紧张。准哥要求美国讲，慢车，慢车移交这个军事指挥权、战时的指挥权，好、哦，把这个时间搁延后哈。刚才讲要延到2016年，才要把这个军事指挥权移交登到韩国哈、哦。啊，为遮看，你着怎讲？韩国跟台湾同款，拢要搁是美国军事占领区啦。你莫讲，就是讲韩国就是100%主权独立国家，唔是？你连韩国伊飞弹要做射航呢，拢由美国甲控制。就讲以前，要到去年以前，拢规定干来两做300公里的飞弹呢，袂使做超过300公里。啊，到今年，美国有同意放宽，可以两做到800公里，但是800公里的迄飞弹。弹头上低会将到300公斤呢？啊，你若做500公里的，你会将做加头500公斤的弹头，吼、哦，有安尼规定，吼、哦。你看，输出行行拢美国咧控制，包括你个注意看，大日本帝国去予美国军事占领过的三个所在，日本的本土去四大岛、琉球，包括今麦台湾啊，甲韩国，这三个国家拢去予美国限制。未使做核子武器，好、哦，所以这三个国家拢无核子弹啊、哦。好，来小蔡啊，转换一下。来，咱来看讲是安怎。咱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这个就牵涉到这个头拄仔咱讲的日华台北合约哈。伊个合约第10条规定哈，所有的中华民国国民，包括视同住伫台湾平和这些居民，哦，包括。以前就住伫遮个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就是咧讲日本时代，因为迄阵有分两个嘛，一个是拄啊战争结束，日本天皇投降迄天，中国人的军队拢还袂来，迄阵咱的祖先、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住伫遮嘛，所以伊咧讲，包括以前就住伫台湾的甲澎湖的居民，包括伊的后代，拢。叫做中华民国国民，这是较合乎国际法所规定的规定啊。当初1946年1月12日，中华民国的行政院就用行政命令，讲甲所有的台湾甲澎湖的人民拢变作中华民国的国籍，啊，这美国甲英国的外交部拢发电文抗议，讲台湾拄啊。战争结束呢，还未签和平条约，到底台湾要何去何从，还未决定，你哪会当甲台湾人的这个国籍变更呢？哦，所以迄个美国甲英国拢无承认。哦，一直到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日本政府跟中华民国签这个日华台北合约，但个规定伫咧第10条内底规定。视同，甲咱本土台湾人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啊！你甲想这个视同，都唔是嘛？都马英九讲诶，
我把你们当人看，其实伊心内就是讲，我不把你们当人看嘛。我嘛等于讲，敢若讲一只狗，我、哦、你甲西装穿个内裤带拍嘞，牵嘞出来讲要去火箭事务所签身份证，袂使嘛吼、哦。其实咱个潜在国籍，好、哦，咱等下过来讨论啦吼。好，啊，是安怎台湾人无国籍？这是2008年，哈，3月7日，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给咱判决，讲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啊，这个国籍是伫啥物时阵判的？就是伫1972年中日建交，这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国建交。啊，所以这个迄年建交了，等于日本政府和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断交嘛，所以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啊，本来咱根据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咱暂时摕到中华民国国籍，伫1972年这个国籍判件，所以咱台湾人并无国籍。啊，日本政府搁伫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特别先后进程，因为法院规定讲，咱台湾甲澎湖的人已经丧失日本国籍，所以变成讲咱也毋是日本国的，啊也毋是中华民国，所以咱台湾人无国籍，好是安尼来。那么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倒位，好，啊变那恢复国籍。咱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不是日本国哦，不是今麦这个日本国哦。今麦这个日本国是迄个麦克阿瑟，哦，伊用伊的这个和平宪法，甲改过，改讲日本国袂使有军队，日本国对外无宣战权，哦，这就是所谓和平宪法的基本的精神，哈、哦，就是讲不爱个。日本有军国主义复活的对吧？哈，啊，以这个规定，这是因为日本这个政府是已经背叛大日本帝国天皇。这个建立有规定讲，日本干那会当保存四大岛，就是八个岛、本州、九州、四国，这四大岛，哦，琉球甲。台湾、澎湖，哦，这拢迄个美军占领，啊，韩国去要独立去，哈、哦。那么，在这个情形下，即卖这个新的日本政府，以背叛大日本帝国来参加同盟国所组成的联合国。刚才同盟国就是除了，意大利。德国、日本这三个国家以外，剩的拢会使讲叫做同盟国。哦，啊，这同盟国，伊伫旧金山合约时，有51个国家出席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但是，其实有50个国家内底有三个国家无签署，有出席无签署，就是苏联、捷克、甲波兰，这三个国家无签署，有48个国家有签署。那么，签署这个旧金山合约。有规定，上尾也有规定讲，那日本佮其他的国家另外签双边合约时，袂使超过这个旧金山合约母约。啊，所以日华台北合约要签的时，是安怎无法度讲日本政府佮台湾澎湖的主权明确讲割让，还是移交予中华民国？袂使，因为呐。你袂使超越母约，母约无安尼讲啊。啊，又讲你若有啥物好处，互其他的，你佮佮伊签的双边合约，啊，譬如讲佮苏联签，还是佮中华民国佮签的是，你若讲佮台湾、佮澎湖割让，互中华民国，安尼你还佮生47个台湾，互其他48个台湾，互另外48个国家。所以无可能啊！嘿，这个美国人咧，这个杜勒斯咧拟定这个旧金山合约，想足者防堵中华民国的步。哈、哦，第一就是讲，
头拄仔讲个，你若有其他好处买互另外你买也要阁签个国家，安尼其他即48个国家嘛爱有，吼、哦。啊，所以伫安尼情况下，台湾无可能向割让出去，尤其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割袂出去啦，吼、哦。啊，所以咱若要恢复国籍，咱来依照琉球模式。琉球当初把这个战争在横调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咱因邓里琉球人邓一了，因就阁恢复大那个日本国的国籍。但是你要注意哦，当初琉球迄个美军占领时，等于是国外哦。琉球人若要做生意，要去东京，爱甲美国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哦，这就是咱即马是安怎？咱原来咧要求美国爱予咱台湾这个占领区，你爱美国依照美国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吼，爱发落占领区的人旅行证件，唔是护照，吼、哦，因为台湾唔是台湾国，吼、哦，所以袂当发护照，是爱美国军政府来发予咱台湾甲澎湖的居民。这个旅行证件，好 ，OK， 好。那么国际有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这个属地主义，好的，欧美的国家拢用属地主义，好的，只要你伫这个国家所出世的囡仔，拢属这个国家的人，包括伫这个国家的飞行机顶，还是游轮顶管，哈，准。准啊，电管所生，后壁个国家用这个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你伫这个所在出世，啊，你着这个国家的国籍，你会听这个所在，听受这个所在，好啊，所以你看，像这个李庆安、李焕迄个查某囝，伊大巴肚吼，就赶紧走来美国，甲美国带美国甲因那个囡仔生落来。伊个囡仔就变美国籍个，因中国人足爱摕美国籍，吼，也是加拿大这个国籍，因为因知影讲台湾只是因个客居之地，台湾因无信任蒋介石这个政府吼，有法度好啊保守台湾，吼，伊知影讲阿强啊人济，吼，啊即马因个武器吼。啊，愈来拢去共偷，用迄个骇客去共偷客人的专利，偷封人的武器，啊，所以伊即卖武器也较先进、啊。那么东方这边，迄个中国，较早迄个中国洗脑鬼的所在啦，吼，因的文化入侵的所在，拢用属人主义，哦，这个包括日本，好、哦，因中国拢安尼，就是讲因中国人移民去到美国。所生落来囡仔，因拢自认为因嘛是还阁中国人。移民去新加坡，移民去印尼、马来西亚，同款，因拢认为因拢华侨。哦，因拢讲要阁落叶归根，死嘛要死等于中国，骨头拢嘛要阁运等于中国。哈、哦，骨头拢要运等。哦，这嘛是安怎？到即马蒋介石、甲蒋经国，以后无要带台湾入土为安，还阁铺装，还阁铺伫土脚顶。这就拢因个中国个傲大个思想，吼，啊，属人主义就袂去听你所教迄个所在。你移民去到澳洲也好，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去澳洲，还是去印尼、新加坡，中国人袂听受迄个所在，所以因去遐做生意，赚着钱袂回馈当地迄个所在，拢袂讲钱要摕倒去因中国，因个租厝要起大厝。要光耀门楣，哈、哦！所以会造成排华，唔是无原因的。你都干呐，大家处，大家吸收人的血汗，啊，赚的钱你摕当去恁的故乡，恁的祖国，哈、哦！所以印尼也排华，马来西亚也排华，美国也排华，哈、哦！加拿大嘛咧排华，拢总会排华，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去到人的所在，畏水污染，吼、
足无守规矩的吼。啊，迄作者你网络去看介济啦吼，迄咱卖讲。啊，所以这个国籍吼，咱以后我也希望讲咱用属地主义哈，将来啦吼，等咱呐三五十年后，咱台湾已经处理较清气性啊，中国人该迁出去拢迁出去啊，了咱爱好啊，吼，改做属地主义。过来，咱来看咱的台湾血统哈。有一句话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较早我认为讲这句话是对的，啊，尾后我想想唔对呢。啊，无咱台湾兵部做个阿公拢死了了的哦，怎会敢若有长山讲？这句话当初就一个来源就讲，当初清朝海禁嘛，吼，伊惊讲郑成功伊个。一寡死不了，台湾者哪个起来乱，啊是中国遐走路来，吼，底下外边落去，吼，流亡来台湾者，会在大家去来乱吼，所以用海禁，不爱让大清帝国的居民，佮过这个台湾海禁来大家，吼，所以迄阵哪有偷渡，会当偷渡过来者，差不多拢查甫的流汗卡，吼，拢查甫的，啊，那么查甫来到这。嘛是爱娶某，所以呾会当娶，干来当娶咱平埔族的女孩子哈。啊，所以有登山公，无登山嘛，因为登山的女孩子无来嘛，所以无登山的阿妈哈。啊，那么其实登山公足少的，好，啊是安怎足少的？咱等下去讲哈。这个登山公来台湾十个内底哈，六个死。三个留落来，其他一个搁回头，哦，啊是安怎呢？大概四十种边境，因为当初的船细只，啊台湾海峡这个海流作串流，哦，真侪细只船啊，其实那小可拄着较大风浪，拢会冰船，吼，啊是有诶，许留意南太平洋遐去啊，哈，南洋去。那么三个留落来，一个看无好趁食。伊个想办法去等伊吼，啊，这个三个留落来，啊，佫会死啊，是呐？因为伊无台湾的这病虫害的这个抗体，哦，伊有帮个顶着着登革热，啊，无着可雷拉，吼，痢疾这个代志，咱来以牡丹社事件来做咧，吼，1860年代迄阵，琉球的渔民。拄着风台，吼、哦，发生船难，啊！伫这个，满洲的东边迄个海岸，吼、哦，发生船难，啊！因为东海岸爬起来，结果，这个原住民南台湾族，台湾族分北台湾跟南台湾族，南台湾族的人有甲救起来，啊！救起来，唔知为着什么原因误会。哦，因为原住民有透早就咧磨刀啊，其实因是要出去拍蜡，啊咧磨刀啊，啊日本人计是讲伊要甲抬出偷走，啊走出，半路向原住民炸掉吼，我、哦、你遮无礼貌啊，我好啊个交代恁要走无，反正产生冲突，煞抬死甲剩十二个，有走来到迄、那个，有一个玻璃迄个钟吼，啊。迄、那个钟头人，他甲护送来到凤山、凤山府城，啊，甲上登的琉球安尼，吼、哦。所以日本政府就发文甲大清政府抗议，我是安怎恁的恁统治的台湾的人民太喜欢的渔民，大清帝国讲，一、那个化作白话讲，迄邦山以南吼，非我大清管辖之地哈。哦啊！日本就佫发文讲，啊那安尼，我要来个讨伐。大清帝国佫发文讲，啊，迄、那个化外之地吼，华语部啊，吼，为贵国制裁之吼。啊，恁你要个讨伐唔讨伐吼？恁家己恁日本国恁家己去决定就好啊，吼，跟我无关的。哦，日本抓这个机会，就真正起兵来啊，吼，啊，为这个车臣吼下辽这边登陆，结果。在这个石门战场哦，牡丹
靠外靠这个平地，山甲平地交界，还有一个石门古战场哈，还有一个狭隘这个隘口了哈。原住民敢那用上原始的单发的这个猎枪，吼啊加弓箭加长矛，安尼底下拍游击战，吼完了冻几啊工，吼。那么日本有正规的军用的步枪，矛三炮，但是咱原住民做到烧钱的，做到拍游击战，尤其暗时啊，吼摸哨战吼，那日本兵去安尼。武家吼，我们起笑，吼，伊拢暗时来偷袭，啊，做一挂奇怪的声响吼，日本兵无法度困哈，啊，各个日本兵伫遐拖掉，差不多拖到要一个月，较等于甲这个南台湾族的这个牡丹社这些人拍败吼，啊，因牡丹社看万一败的，拢走入去深山，剩有差不多死。几百个也有啦，但是日本敢那死差不多三十几个，结果伫遐驻扎，大家迄个南台湾的网啊定了吼，都拢破病啊，因为安尼破病着登革热，着这个可雷拉吼，霍乱吼，天花这死六百几个，小简见三十几死三十几个，啊敢那。迄个网虫定死个死六百几个，代志足严重个，算会使讲惨胜啦。总共拍赢完啦，惨胜。所以伫安尼情形下，你甲看，即三个留落来，会当活偌济？哇，差不多剩一个活落来。因为中国人来遮嘛无抗体啊，网啊定了，跟日本同款啊，嘛是爱死啊，吼。啊，所以咱个登山讲足少个啦。啊，咱其实咱本土的阿公哦，拢从外。迄当时荷兰人来伫这个台南这个地区，咱的祖先都爱去学荷兰人话。啊，即马话郑成功的人来，因拢差不多福州遐的吼，啊嘛学因迄个福州啦，还是闽南遐的话，因为人拢有上进心嘛。像日本人来，哦，都足侪人拢学日本话。好，啊，那像即马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咱都拢学北京话。咱拢甲咱过去祖先的话拢袂记啊。哦，像我马甲道主，我存记两句话。一个就是高雄，较早阮的祖先住伫茶山这个所在，啊，因边啊拢种足侪竹啊，因为以前拢用竹啊。叠个起厝，叠个做眠床，叠个做桌啊，叠个做椅啊，啊工具冰当叠个，哦，差不多所有物件拢叠个做。啊，叠个就是竹子很多的地方叫做塔靠，啊塔靠都啊看日本音，就是高雄都啊港音，所以日本政府来管台湾就加打靠，吼塔靠就是打靠，或者闽南话是打，伊个翻作打靠嘛。啊！那他靠反正日语的原文是高雄，所以伊阵甲高雄市改做高雄哈，这是名字安尼来。那么屏东较早叫做阿靠，或者阿高城，阿靠嘛是阮迄个平埔族马卡道族的阿靠，好啊，这不也反正阿高城好是安尼来。好，所以即马介侪人讲。当初的咱阿公的阿公因迄代都拢一直学外来语，所以尾啊，甲家己的主语拢袂记了了呀，吼！你看咱即卖人，你哈美、哈日、哈韩同款，吼。好，其实清朝是甲台湾人闽化，吼，叫咱学北京话啦，啊就学闽南话，啊就学广东话，啊竖竿、竖线，你呐？留长辫子，吼、哦，啊，搁穿清朝的长袍马褂，吼、哦，啊，搁也要讲清朝的官方的语言，吼、哦，来做翻译，安尼，清朝的会当梳理官，搁梳理省，好、哦、，OK， 这看日本时代，甲台湾人皇民化讲艺术，好、哦，叫咱人台湾人爱学日本话，好、哦，啊，穿日本的服装，穿目镜，好、
啊，有食沙司米啊。迄、那个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台湾人有85%以上的原住民的血统。咱的会恁来去抽开哦，伊有恁妈哩念，85%拢是咱平埔族，啊，无就透露一寡高山族的这个血统伫来，DNA 伫来底。好，那么咱来想，当初荷兰迄个郑成功战败。荷兰人迄阵头2000多个伫台湾的这个安平遮尔，迄2000多个人是毋拢我们撤登于印尼，吼、哦、雅加达。过来，郑氏王朝去予大清帝国甲灭。郑氏王朝所有的人拢去予大清帝国压去哩尊顶，上登于大清帝国，对不对？甚至进前死去的代理托家底，过无几年，大清帝国佫派兵过来，把遮个代理托家底的人拢挖挖起来，骨头拢捡捡的。啊，台湾人戆戆就去问：啊，恁哪会摕到代理托家底佫挖起来？啊，中国大清帝国人佮骗，佮咱台湾人骗。我无啦，啊，这都拢大清的主民，啊，因死多。异乡吼，袂使，即骨头拢爱去甲请等于中迄落清国、清帝国落叶归根，安尼开会当庇荫因的子孙。哦，台湾人讲会当庇荫因的子孙会当有福，吼、哦，会大赚钱。哦，台湾人恶个，这就是扣骨的来源啦。台湾人讲讲啊，你扣骨就对啦。本来毋是入土的啊，那毋通去甲插，那会去甲挖开底段。迄、那个肥啊昂啊内底，吼、哦，还、啊、是迄个中国洗脑去，迄个大清帝国人洗脑去，吼、哦。啊，其实大清帝国甲因只郑氏王朝的部将死个啊吼，迄骨头恶个，迄船驶到台湾海峡，拢淡淡落去啊。迄拢叛将，迄拢咧反大清的，有可能讲佫个遐好好死，讲佫佫个提登个大清台去啦，无啦。哦，啊！另外，大日本帝国，甲大清帝国的人，只要有战争了，签马关条约，日本政府有照国际法规定，有予大清帝国伫台湾这居民2年的思考期。哦，2年以来，你若讲哦，不要我大日本帝国管，你会当变卖你的家产，哦，啊！你等于中国。大清帝国，还是你要移民其他国家？哦，2年予你思考，2年到你若无刷走，我就把你当作日本国的臣民来给你对待。好、哦，过来，大日本帝国战败，迄个美国打败，是毋是伊原底伫只有30几万的日本兵甲因的军公教人员，拢伫战后用船啊，拢甲载登因。大日本帝国迄四个岛，吼、哦，无留伫台湾，所以你即摆安尼甲看个，遮个拢总无留，因偌济人住台湾嘛，拢总遣送回国，吼、哦，所以就保住着咱85%以上的平埔族还是高山原住民的这个血统，哈、哦，也就是安尼，所以你莫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讲咱拢是为中国移民来，错误哈。当初老来，拢去后一个国家，佮佮赶走去。好，大日本帝国打败大清帝国了，日本政府伫1905年做一个上大规模的台湾人口大普查，迄阵的外国人。都有8000多个，哦，差不多9000个啦。其中差不多95%-98%拢大清帝国的人来遮做生意，还有8000几个，哦，还是请伊来遮做统一的翻译的，哦。所以迄阵无靠10000人就对啊。但是咱迄阵台湾的人并无做加高山族，
咱甲要300万人，等于300:1。哦，你看，大清帝国人，哦，就是讲简称甲讲中国人啦，含咱本土台湾人是300:1哦。好，安尼你看讲，台湾讲进目前。有一半以上讲自认为因是中国移民来，因遐祖先第几代来到遮已经第几代，其实作者拢错误的哈。OK， 好，啊，咱来检讨讲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即马哪会有作者，安尼擦乌乌的？你来伊个清日本时代户口成本，拢用毛笔写。拢手写的，吼，唔是拍字的。啊，即马你若去请较近代的吼，啊，有诶，伊即马甲你改做用电脑拍字的。你若去甲请，你特别甲要求讲要请日本时代手抄本的吼，手写。你若请着作者有诶，甲你做。其实，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台湾，甲台湾的这户口做了这个制度吼，做了足好诶。伊甲这个台湾人，你若平埔族的哈，伊个该写熟番，啊，那高沙伊是写生番哈，啊，那么伊拢甲这个糊掉，伊不好你知影讲你是本土的台湾人，啊，你有会甲你写福哦，日本时代伊甲你写调查讲你也要讲福建话哈，就是闽南话福的，其实无代表讲你是福建来哦，迄只是你也要讲河洛的，但是你已经甲原地平埔族，你去做的，譬如讲西拉雅族，你话你也袂晓讲呀，但你干哪要讲河洛话？像我即马也要讲河洛话，但是我已经袂晓讲我的马卡道族的话啊。啊，你袂使讲我是中国人啊，因为我会通，只要是本土台湾人的马卡道族，只是我的祖先的话失传。啊，我即马来学闽南话，我学北京话。啊！如果日本无战败吼，一直统治到即马，因为阮爸爸因了讲日本话啊，传到我一定嘛会讲日本话，我甚至会把闽南话拢放掉的，啊，我就变讲日本话啊。所以语言不能代表说你是哪一族，哈、哦。甚至若讲当初美军直接入来占领台湾，啊，美国呢又要求讲，咱的第一官方语言是美语的。我即嘛英语嘛下下叫吼，而且就是为着不要咱知影咱的身世，人日本人足认真，伊来甲你调查讲，啊你到底是啥物种族的吼，伊就甲你分类啊吼。啊，台湾人拢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吼，其实这毋是咱的国家，咱是大日本帝国吼。我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这就跟他讲，我是人嘛是狗，讲意思啊，哈、哦。啊，咱以前年2008年迄阵来台湾做咧，哈、哦。你看，迄阵马英九讲规定袂使插中华民国国旗，哈、哦。因为前年年要来，因为头家要来，哈、哦，袂使有中华民国旗啊。所以你看建材咧收中华民国旗啊咧。你甲民众收遐机啊，甲收起，啊，有诶，你个奥登啊，啊，等伊个本色人来滴。啊，咱台湾人戆戆，人因中华民国都无爱七级车轮机啊吼，拢咧收咧咧等本色人，咱无去甲倒收等本色人，咱竟然搁举中华民国旗啊，在咧捍卫中华民国，吼、哦，你要读够歹，咱要中华民国这个国民党搞了吼、哦，算头拢歹呀。啊，颠倒你看。因为五千年期中华民国的建材咧甲保护，保护卖迄个独牌去抢因的机啊，吼！啊，这是咪天地颠倒变呀，吼！啊，过来用伦敦的奥运会，哈，去年伦敦奥运会本来奥运会有才有采着中华民国的机啊，伫遮，啊，中华抗议，甲迄个伦敦奥运会。迄、那个，这个主办国抗议，因阵把这个机啊收起来，所以控制伫遮。
啊，再讲台湾人伊个摕中华民国旗啊，伊啊咧捍卫啊，吼。你啊贴来上好啊，你全世界都无承认这个国，这个国家都已经灭亡去啊，吼。啊，这个电音三太子嘛，作为台湾味的，吼，而且讲代表台湾的，伊特色的文化，竟然用这身旗啊咧发中华民国这个国旗，吼。都在讲我爱台湾，啊，这种错误了哈，咱来改正咱过去定咧讲唔对的话哈。第一，比如讲，咱定讲外省人，台湾无外省人，我定咧讲台湾，你甲分两种人了，作个分呢，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日本天皇。全部台湾去讲了，还佫住伫台湾，即个台湾人，包括伊个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剩个拢外国人啦。你佮中国来遮吼，1949年走来，遮拢中国人。哦，你莫甲讲外省人，你若讲伊外省人，啊，咱叫做本省人，安尼乱煞变因个中国个一省，吼，安尼唔对呀，吼。爱讲因叫做中国人，佮来唔好讲全省，爱讲。爱讲啥？全国，全国嘛唔对，台湾都唔是国啦，全台湾就好啦，吼、哦。你看电台电台讲，全省药房拢有得卖，吼、哦，唔好讲安尼吼，人讲全台湾药房拢有得卖就好。过来，卖讲大陆哦，嘛袂使讲中国大陆。你若讲迄边大陆，我阿咱变小岛呢，阿咱就输，佫输一开啊，吼、哦。马英九拢叫咱来讲大陆，啊，咱卖遐听马英九话嘛吼。马英九若讲安尼，你甲讲倒变就对啊，吼，爱甲讲倒变合作中国吼。过来，卖讲省道哦，吼，爱讲啥？台一线吼，这条路是大日本帝国来台湾所创造一条纵贯台湾南北的一条道路吼。大清帝国甲咱统治200几年，无在条甲咱做这条咯。日本政府来10几年就做好啊，吼、哦。所以台湾人唔通戆戆啦，吼、哦，唔通自认为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哦，卖安尼许中国人甲咱洗脑去，吼、哦。好，啊，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再过来向各位报告。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